来，我们来听一下塔克老师。塔克老师可以起来了，就站起来说话。这个，你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爹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爹。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评委席上，他做选手，我不知道这位是我爹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大家看一看，这位叫黑泽诺亚的这位是我爹。我不懂，就是我已经在评委群里面说，就是我要给100，然后后面想了想，但是。就我觉得唯一太可惜了的一点是，你不是这首歌的原唱，我只能给你99，我要尊重原唱，原唱才是100分，好吧？唯一扣的这一分在于你不是这首歌的原唱，好吗？我没有办法给更低的分了，你太夸张了，就是你过来，然后让我坐在评委席上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悬梁刺骨的一个概念，我坐立不安，我坐立难安，我很痛苦，我现在在这里我就想上吊，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爹在当选手，我在这边。要评价你，我不敢，我没有理由。别搞好吗？你是我的神，我还等着我们第二首合作呢，我们还等着我们第二次合作呢，别搞。太好听了，太夸张了，我没有一点可以挑你的刺的，你的处理，然后你就特别是他有一段他伴奏 drop 掉了，那边的时候一般的歌手特别容易散那里的拍子，但你就进去的时候你律动抓太准了，你进去一个 punch 直接就在和他鼓点起来的时候就是一完美卡上了，那我有什么好说的，你就连最难处理的部分你都100分的拿捏了，我这里就给你磕头就好了。他太会夸了，他太会夸了，你是我爹。